近日，美国太空军司令雷蒙德向众院军事委员会表示，美国正在研发定向能武器，但拒绝透露更多信息。美国曾经研发激光武器来拦截导弹，目前尚不知太空军研发的定向能武器是否为同类武器。定向能武器又称束能武器，利用激光束、粒子束、等离子束、声波束等的能量定向发射来摧毁或打击目标，具体可分为激光武器、粒子束武器和声波武器等，可在外太空作为反卫星武器，可能成为美国太空军未来的主要战术武器。